今天我要来洗脸喽，我要用两个洗面乳来比较，这是我自己平时在用的。我要洗一边脸，这边脸。你要的是慕斯。手法都一样，差不多了，我来擦掉哦。洗脸通常我都会连脖子一起洗。然后我这边脸，我用铃木商城的慕斯来洗，那你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挤压三下，泡泡要多，绕圈圈的洗，然后记得这边要拉一下，稍微往上拖，连脖子也一起洗到，然后洗20秒。好了，我要洗掉喽。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们有发现吗？这边又比较上提哟。